帽子快戴上！北极的孩子都得有一个皮毛做的帽子。你往他身上跑。 你防他，哦呢？就是一个铜板的，一个大人版的，是这意思吗？你看，我从我们家孩子那个，别事儿。就这种五级防寒的，必须北极穿，别地儿估计都烧死。 就是说实话，我对大鹅的价值观就是在于，如果你要真的去高寒的地方工作，不是光是旅游啊，旅游用我租一这个就行了。然后你如果是去工作的话，就是你长时间要在户外工作，就直接买一这个，连那个什么雪罩什么的那些，我觉得雷索卢特都浮云，好好试试了，哎这个。 连身的这是最管用的，里头你就穿着背心裤衩都行，然后一进屋就把这一拉开，然后你就出来，从这里壳里头出来就行了。然后一出去，咵一弄，大靴子一套，特别简单。一共你就等于戴一个帽子，穿一个衣服，然后戴一个靴子，三样东西，就很简单，你会变的。其实主要是为了让自己更简单一点，别那么复杂。对，别那么臃肿。对，左穿右穿，最怕就是左穿右穿穿一大堆，这是最难受的。所以说他做了一个。 嗯，这个是他最终极防寒。丫头，丫头，站起来，转过来。